身穿白色 T 恤在铁路上漫步相当惬意，拥有300万粉丝的网红在网路上PO出铁路网美照却引发争议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不可以，危险的地方。对，车子有时候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，人家不是就会影响，而且如果说他踢石头啊什么的，就是贪图自己的享受，然后造成公众的危险。只要进入我们的铁路，就可以罚钱了。哦，只要进入铁路，铁路范围。网美拍照场景查出是在台铁屏东南州正线轨道上。根据铁路法规定，行人侵入铁道行为，最重可罚10000到50000元罚锾，恐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责。这个行为有看到，当然一定要劝导啊！劝导不听，我们就要通知铁路警察来代为去处理。尽管网美随即撤除了网络照片，并公开道歉，不过铁路局已经收证，不排除对这一名网美进行开罚，也希望民众切勿效法。毕竟走在铁轨上拍照，不但违法，也让自己与他人身陷危险。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道。